这日前进大火地岛会经过两个关卡，一个是从阿根廷再次入境智利，再来就是开车上渡轮前进大火地岛。所以一早起床七点半就出门了。果然在通过海关时，两个国家都排队花了些时间，出境阿根廷再入境智利共是一个半小时。之前从百内国家公园旁的小村入境阿根廷就非常快，搭渡轮则是完全出乎意料，竟然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当时阳光太刺，我们也没有下车查看，就一直在车上傻傻地等。只见前面的人下车非常不耐地走来走去，也到渡轮码头查看，似乎无果。这段时间没有一辆车移动，小车还好，而大卡车至少二三十辆大排长龙。等到天荒地老，不知所以然，突然出其不意，车子开始移动了，然后就直接开上渡轮了。渡轮的容量非常小，大卡车和巴士两三辆，其他小车十来辆，如此载客量，那些大排长龙的车子真的会等到地老天荒。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搭船坐过渡轮？是在哪里？忘记了。预约下午两点到国王企鹅园区，眼看就快要来不及了，我们还是决定前往碰碰运气，心中忐忑，若看不到国王企鹅我就要哭哭了。国王企鹅园区一定要预约，而且需有导览人员带着逛园区。我们抵达时已经三点，错过了时间，沟通之后还好愿意让我们稍等半小时之后再跟着英文导览团一起进入。国王企鹅园区是私人园区，导览员说以前此地的国王企鹅常被人偷走拿去卖，他们和政府请求圈地保护园区，不只保护国王企鹅，园区内的动植物也一同照护。
国王企鹅大约150只，当时因为是夏天，白天天气炎热，他们也相当受罪，因此游客需要轻声细语，远远观察。因为我们前一天看了成千上万只的麦哲伦企鹅，而且又是贴身观察，今天的国王企鹅真的有点不满足，实在太远太远了，至少200公尺吧。不过还好我们有带望远镜，就尽情地观察国王企鹅的一举一动，就没办法拍很多照片了。国王企鹅的身形很高，差不多90公分高，头、嘴巴和脖子是鲜艳的黄色，真的很醒目气派。有些国王企鹅直挺挺地站着休息，有些在整理毛发。当时的天气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热了，所以在靠近水源处或者沙滩上比较凉快，身体不太爱动，但是头扭来扭去，相较于身体十分短小的手，也就是翅膀，偶尔伸展开来，模样相当可爱呀。当夜住在波维尼尔，是智利火地岛省的首府，是个面对麦哲伦海峡沿着山坡而建的小镇。我们享用了智利烤鲑鱼、炸牛排、美味的晚餐，夕阳西下，映照南半球的麦哲伦海峡与小镇，散步其中非常美好呀。洋葱那些的。
有点沙沙酱，但是又加美乃滋，又有点海鲜的味道。